康帕斯投资集团，专注于基金管理、项目融资和技术投资。我们开发、启动和管理全球创新项目，为领先和快速发展的市场，特别是亚洲，提供各种最尖端的成熟技术。在康帕斯，我们根据市场需求，为客户量身打造管理方案。我们长期的经验使得我们拥有独特的创新和科技投资平台，成为市场的领导者。通过将全球市场需求和我们的合作伙伴的创新技术进行有效配置，我们成功地完成许多史无前例的科技项目，并形成了长久的商业伙伴关系。康帕斯的投资组合包括100多家公司，公司注册于全球各地，并拥有几百项专利，这些专利都是各个领域里最创新的技术，涵盖环保、水处理、绿色科技、节能、农业、养殖业、医疗科技、物联网、智慧与安全城市、国土和公共安全、机器人和汽车行业等。康帕斯投资集团由有远见的专家团队创立，团队来自世界银行和跨国知名企业，拥有出色的国际商务和领导经验。我们不断积累的商业头脑意味着我们了解本地思维，并有能力将其与世界对接。作为最重要的资产，我们广泛的子公司网络保证康帕斯世界范围的战略竞争优势。以寻找未来创新投资为驱动，康帕斯集团提供更清洁的环境和更安全的居住场所，以面对当下的挑战，为明天的世界做准备。康帕斯的创新探索文化意味着任何障碍都可以通过开拓新路径和创造更美好的明天来克服。欢迎来到康帕斯，创新从这里开始。